由响鹤合唱团、同美歌唱班及嘉禾国小歌唱班带来经典的流行歌曲。南投县哼哈哈音乐文教推广协会举办公益音乐会，流亮优美的乐音温暖人心。最主要是因为我们都不忘初心啊，来南投落地生根18年的时间，那我们的音乐呢造福了非常多的好朋友。那我们台上呢很多都是素人，因为喜欢音乐，因为喜欢帮助大家，所以我们接受训练，我们用优美的歌声让我们的世界更美好。这场音乐会演出内容还包括嘉禾国小非洲鼓舞班、虎精灵舞蹈团、海地合奏团以及响赞萨克斯风演奏等，丰富多元。我感动的哈啊，就是小朋友哦来这里表演，虽然都是素人，但是他们的啊不是很专业，可是他们就是展现的，他们非常的有自信哦。这是我们看的，大家都是哇，真的是一场啊非常棒的一个公益活动。主要是展现这个赫赫团长哈，那他在这个我们南投在地的这个经营哈，我觉得是针对我们在地的这个南投的这个音乐呢是有非常好的启发。哼哈哈文教协会在庄赫赫理事长带领下，深入南投偏乡各地教学，培养出许多出色的音乐人才，站上舞台展现自信，把温暖的乐音和爱传播出去，让社会更美好祥和。新唐亚太电视肖正中、林佩云，台湾南投报道。